国女演员柳竹恩就是的年27岁，她的哥哥在 IG 表示，柳竹恩已经在8月29日离开了，她留下遗书，表示对不起爸爸、妈妈还有哥哥及奶奶，但她没有生存下去的希望，对家人表达了歉意。她曾演出韩剧《Big Forest》，还有《朝鲜生存记》，外形亮眼，还是新人演员，可惜还没发光发热就离开大家了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